跟你豪哥说，我没来中国就是出了气儿，就是玩儿玩儿玩儿，其实搁这儿，这么多吃的，鸭血、毛肚、肥肠、炸串、炸蘑菇，那儿就先来个肥肠。大家早上好，我们今天又录一个vlog 的日常。然后我和浩哥现在还在丹东，昨天晚上回来有点累，然后就是随便吃点烤肉，然后感觉回家睡觉，不是回家，回酒店睡觉去了。现在是早上八点半，然后看看外边还挺忙的，大家现在都要出去上班嘛。一会儿我和浩哥就上这个桥上去走一走啊，对，就那玩意儿啊，好吃的了，这边正在做好吃的呢。豪哥说他要溜达看看东西。这个是套娃，里边有一个小的，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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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我以为没见过这玩意儿。张大人没见过，他这一天天的，就知道说。哎，给二婆买一个，你记得大包小时候玩的没有？对，给小二买一个，大包小时候也玩过。二宝啊，这是给你买的啊，等我们回去再给你的。来这个，你要不要先扒开玩一下？他家老大都十七了，他还玩这玩意儿？我四十多了还。不像是吧？来，这个好啊。那你浩哥已经卖完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过鸭绿江的Broken Bridge。断桥。啊，断桥。Broken Bridge 嘛。上来，我们看这边有大炮，真大，那是 bomb。你说这个是导弹呐、啊，还是鱼雷呀、啊，还是什么？那是 bomb。我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你浩哥说这两个玩意儿、啊，到底是什么呀？叫什么地雷？什么地雷？不是，这个是鱼雷呀、啊，搁、船上发射出来的，鱼雷啊、还是搁飞机上往下投下来的？是哪个？对啊，投票。对，让大家给说一声，是吧？给指点一下。昨天我们在这边溜达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花是假的呢，特别好看。对，因为它太好看了。咱们在端桥走几步。看要不要走到头儿，要过大船的时候，它那个，但是现在是转不了了。就是以前中间。以前的时候，对，以前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桥它不够高，过大船的时候，它这桥中间就转了，然后把这个啊，这江上这个道这个一样了。它有的桥往上嘛，它那桥短，没事往上；但它这个鸭绿江这桥长，所以它转把这道让出来，然后船好了，就过去。啊，明白。You know, do you know? I know. 对啊，我这就是到哪去 ？You know, do you know? 就给你让你了解多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你不应该吗？这个断桥是怎么来的，是吧？多给你做讲解。就给 Eric 上课。让你更中国。更了更中国。对，更中国 ，Super China。哇。这个挺老，也有个年头吧。就是我和豪哥在一起，我们就是走。We only walked on one bridge before, the San Francisco Bridge, or maybe two together. Yeah. Right. So this is only the second time we've walked on a bridge together like this. Actually. Yeah. Yeah. Actually. 他这边有个牌说1911年做这个桥。1950年，他就给扎断了。这桥断的那个位置，好像正好就在中间嘛。等二宝大点儿，带他和大宝回来，让他们多了解了解所有国家的历史嘛，特别是中国的历史。我们都来丹东了，然后差不点忘了。当中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当中草莓。当中草莓，当草莓很甜的。哎呀，泡的是20块钱还是18块钱的？张浩一个不爱吃水果的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不？还行。
脱氧了吧？丹东炒米，挺甜的。我现在想过来看看安东老街，不是挺出名的。内含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其他。先录一下 ，Eric 在前面，正门在后面，赶紧进去看看吧。哇，挺大，看一下地图，然后就进去了。Oh my gosh！可是不是全是吃的在里边啊？这个是不是也是豆腐啦？还有大香肠了。Is that crazy? Yeah, it's crazy. 就是好吃的多。我跟你浩哥说，我们来中国就是除了吃就是玩玩玩玩吃吃。搁这儿吃饭，看着泰坦尼克号。哇！看泰坦尼克号的电影。对呀，这个好啊，边吃饭边看电影了。感觉没有多长时间，就是咱们刚吃早饭的，然后进来就闻到香味儿，就开始饿了。你 Eric 都不用跟你们说了，这喇叭都跟你说了，老好吃了。Eric 就不用跟你们说了，浩哥顶点这个毛肚，加点分尸，要辣的，辣辣。北京爆肚，哦，必须得吃爆肚。OK。又买点东西，这个纸 Eric 看不懂，你们可以帮我读一下。板栗。你都读完了呢，买那个毛驴要好了，咱过来揪一下。然后我看咱们连那个全骨50块钱一碗呢。要吃就得吃全骨，你不能吃里边有金针菇呀什么玩意儿，那个会影响它的口感。啊。就得吃全骨。啊。知道吧？那全骨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还没买完呢！你在这儿又买啥，张浩啊？我爱吃这个吗？榴莲。我去买榴莲。我爱吃榴莲的吗？给你买份榴莲吗？你看，浩哥，主要前两天我吃这个，我感觉挺香的，又给我买了。这是我们的烤的。看，又烤一个大肥肠，中间有大葱。这么多吃的，鸭血、毛肚、肥肠、炸串、炸蘑菇。Eric 先来个肥肠。我选一个最代表性的卤煮，对，就这个肥肠吗？对。刚才又吃了一个肥肠。怎么样？这卤煮好不好吃？卤煮味儿。卤煮味儿，卤煮啥味儿？都吃不动了。浩哥现在也开始往后靠呢，肚子都硬了，没吃完的，再吃的也差不多了。大家好，现在看的是天都已经黑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回来了，回鞍山。我想跟你们说，这个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菜叫明山，是什么明台鱼？其他地方我真没吃过，感觉挺好吃。也想去给你们看一看，所以先别撂了啊，咱去看看鱼。大哥还在这烤串呢，呀，应该挺香啊，我这就闻到这香味了。Eric 带你们去看看这小鱼，这鱼是真挺香。我说的就是这个，这鱼挺香的。这是他家的特色，明太鱼是他家的特色啊。这鱼啊，应该是炸的，然后 Eric 也应该跟你们说，有可能是我们厚重，但是我们也挺能吃辣的，也挺能吃咸的。但是这鱼挺脆的。来，我给你浩哥夹一口。你给我夹的吗？来吧。给。咱俩干嘛玩意儿回来，你对我这胡子拉碴，你让我上镜是不是？没事儿，行，小鱼都给你们看完了，那咱们现在就可以拜拜了。千山我们还没去，那公园也还没去。如果我们的老乡有没有什么建议，是什么安排什么好地方可以去玩一玩，可以给我们留个评论说一下吧。其他的地方我都不认识。拜拜。